主啊，奉妙霞女士。是，多謝主席。剛才阿謝先生提到說未來有9000的名額，應該是院舍的住宿名額，是不是？就2000個是日間護理。9000喎，你話。加埋就9000。院舍嘛。院舍7000。係啦。日間護理院舍7000。我講就好7000先。未來究竟是未來幾多年？幾多個月？你就咁俾個數字我哋，好多啦。而家唔係幾十個，咁係叫做解答咗個問題咧。大約十年到。嚇？大約十年到。十年，咁而家排隊係幾多啊？輪緊嗰啲啊。好。咁你十年咁即係等於冇做功夫啦，係咯？大家都有目共睹，咁坐喺度答咩咧？好，唔該曬，跟住阿黃桂生先生。